哎，让我看看啊。嗯，又瘦了啊。你看啊，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新鲜的蔬菜水果了吧？对呀，想死了。想死啊，想死，那你回来啊，回来我做给你吃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真的好久没回上海了，好想奶奶啊。那就回来啊。嗯。哦，忘了跟你说，明天我就回海德堡了。那行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回海德堡看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那我去忙了。见到我是不是很高兴啊？嗯，当然了。现在国内时间已经2点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嗯，我不困，我想和你聊聊天。最近因为跑多的事情，很辛苦吧？嗯，还好啊，不怎么累。事情进行的还算顺利，你就等我的消息吧。好。哎，看你这么开心，有什么好事情要和我分享的吗？我今天遇见了一个我们的故人。 这个人你认识？你要不要猜猜看他是谁？嗯，猜猜，answer。是师哥，他现在是我领导。嗯，怎么哪里都是他呀？啊，现在你这个醋量，蘸饺子吃的话应该正好吧？你要是想吃的话，那你回上海我给你做。 那可不行，我的首选呢是我奶奶做的小馄饨，所以你的饺子就排后面吧。嗯，我也想吃小馄饨，你快点回来吧。嗯，我考虑考虑吧。 好啦，你快去睡觉吧，国宝都没有你黑眼圈重，晚安。 好吧，那我就先去睡了啊，拜拜。好不好看？是不是很好看？